2018临近尾声，棋坛依旧烽火连天。雪窦山下的春兰杯才刚刚战罢，首届天府杯围棋世界锦标赛又来到了成都市天府新区。经过两场激烈的中韩大战后，中国棋手陈耀烨九段和韩国棋手申真虚九段分别获胜闯入决赛。就11月的围甲之后，其实没什么比赛，一直到12月的围甲，就中间一个月，其实都是有比较努力的在训练。陈耀烨与申真虚之前交手过5次，交手记录4-1，陈耀烨4次取胜，明显占优。其实我觉得，就申真虚现在也是目前韩国等级分排第一嘛，就实力非常强。自己可能之前跟他交手，可能赢的稍微多一些。마지막에엄청큰시합이남아있지만일단지금까지그래도좀네괜찮았던것같고요그래서근데사실마지막이너무중요한네결전이남아있기때문에아직은말좀아끼고싶어요第一届天府杯世界围棋职业锦标赛的决赛第一局现在开始。首轮战局猜先，陈耀烨直白，历经200手鏖战，旗开得胜，1-0领先，距夺冠仅一局之遥。这次是他第5次杀进世界大赛的决赛。从年少轻狂到云淡风轻，陈耀烨在与韩国三代棋手的交锋中磨砺成长。就是感觉布局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就是摆棋打入之后可能处理的不太好，之后双方也都长考很久那个局部，但是后面我觉得后面那个局部摆棋没有处理好之后挺复杂的，但是他后来好像就是攻击也有点问题，我觉得本来挺不一定的，后面其实到现在还是挺晕的，等于是后面还有2盘机会吧，所以后面就第2盘棋自己会好好拼。第二局陈耀烨执黑先行，续盘阶段两位棋手落子如飞。根据全年统计，申真虚的白棋胜率超过80%，绝对不可小觑。背水一战的申真虚顽强回击，将比赛逼入决胜局，双方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故事的结局究竟是天道酬勤足够励志，还是天纵奇才足够传奇，那得看这至关重要的决胜局两人将如何演绎。第三局重新猜先，申真虚猜到了白棋，这让中国棋迷的心都悬了起来。续棋阶段白棋调子不错，黑棋则捞取实地，而后随着棋局的进程，00后年轻的申真虚明显经验不足，被80后的老大哥陈耀烨抓住了他的失误，最终陈耀烨一举夺魁，摘下个人世界围棋赛的3个桂冠，至此2018世界围棋赛场圆满收官。我今天能拿下，应该说，应该说今天可能拼的不光是棋力吧，还有可能临场的一些状态，包括可能，双方的意志力，可能自己今天发挥的更好一点，运气比较好。就是随着 AI 出来，就是越来越觉得就是自己的提升空间还非常大。月份还有100杯的半决赛，然后自己也要去努力的下好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棋局呢，是首届天府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决赛三番棋的决胜局。对阵的双方呢，分别是中国的陈耀烨九段和韩国的申真虚九段。也还是由我和刘老师为大家讲解啊。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天府杯是我们中国举办的这个世界职业围棋大赛，对，这也是2018年的最后一个世界比赛了。对，中国这个举办这样一个大赛啊，设的奖金也比较高。没错，没错，200万的冠军是奖金200万。那么这个最后这个我们今天讲这个冠亚军呢，陈耀烨和申真虚他们两个人是先是1-1打平。对对对。今天讲这个最后一局的决赛这盘棋。好，我们来看一下棋局是怎么进行的吧。好，这盘棋呢是陈耀烨执黑先行的。执黑先行，星位，对，这边是星，
小木，对，二连星，哎、这都是这个最近流行的一种，都是这么布局，这个不陌生吧？下的特别多，这个下法、哎、对啊，有这么高跳的，也有黑棋有这么高跳手脚的，好、然后白棋就点了个三三，这都是流行布局，对，挡一个，这就是比较最近常见的啊。顶了一个，这是最近的，标配的一种这种顶式走法。看的太多了，大家可能、然后呢，黑棋是走的挂，当然以前我们都想觉得中间要走一个，现在呢都是追求高效率，要先挂。是这样。挂一个，但是 白棋脱先了。对，白棋走的这个。走到这儿。这个现在下法都比较积极。嗯。对。这陈耀烨呢，下法呢，他这个风格呢，他之黑啊，他是喜欢捞实地，他这个时候就点三三。哎，像我的感觉，比如说走这个或者走这个，这个是比较多的。对。但是当时他点三三，实战就这么下的。因为现在呢，大家可能都用 AI 训练，那么如果说双飞燕啊，估计双飞燕这个下法。申真虚肯定是背过课的，背过课，所以可能点三三的会少见一点，相对这个点三三这么早的点三三，这是陈耀烨这个比较独特的。像这样以前呢，点三三这个黑棋点三三，我觉得以前的理论都觉得尽量少，因为这个黑棋进攻为主，往三三点，现在都是要这个点三三。这个下法现在跟过去的想法是有点不一样了。好，这么点完了之后了，这个是白棋就脱先。对。哎，往那个方向走了，他是走的这个啊。对，他就打吃，直接就跟黑棋进入战斗的状态了。然后这个是要爬这个。对，爬这个呢，对，这个是要长的。如果打呢，这一路压过来不好。没错。然后呢，这个棋它是长的。嗯。好，这样的话是一种。作战的形状那个地方，怎么定型？这个地方是一个经常出现的一个形状。普通来说，刘老师这个都是要搬一下，比如说搬一个虎一个，虎一个这个好像很常见，是要打打上去。那么是不是再跳出来跳哪个？不知道，走一个吧，反正我也不知道跳哪个。这个的话，比如说白棋往这个地方走一下，你那飞起来，这个要飞，对。这个是白棋希望走成这样哦，那觉得白棋比较好是吧？对，这样下白棋希望这样，可能是你在这里折腾活了，他把你封进去啊，但是呢，这个时候呢，黑棋啊走了一步棋呢，在这个时候它是断的，对吧？对，断呢，它是一般的情况，它是考验你大概一般打吃打吃，它是要这么打，它是想这么走。那么白棋假如说提掉，对，它就直接打上去了，对。这样呢，就这个劫呢，就是说白棋稍微有点，你如果你打成粘上了，那就不对了。你看有还有点，那总是黑棋便宜。哎，对对，他想黑棋希望走成这样。是的，这也是也是一种，但是这个打劫也是未知啊、一种变化。当时但是呢，在这个断的时候啊，白棋就另外一种选择了，他就没吃了，他是吃这个了，转换了这样。这转换了，这也是一种下法。对，把这个走了提。那两个给你了，对，粘上，那拐吃呢，把这两个吃掉，那么白棋呢再飞一个，对，各吃一边，那应该说也是两分的一个形状，但是简明赶快黑棋脱先，那个地方这个就放弃给白棋，那么我落个先手，那么白棋呢这个也走后了，应该是两分吧，差不多。对，他又抢了一个，在你不走，本来是你粘上或者怎么爬一个，一种选择，因为定式的继续，你不走呢，他就继续再跳一个。这个地方等于黑棋已经下了三手棋了，下三手是吧？多了两手，多了两手，因为白棋的星位，对，那么黑棋下了三手棋。这个下法呢，也是属于陈耀烨比较喜欢的，对，他喜欢实地先拿到，然后再说别的。这个棋呢，走到这个时间段呢，应该说你既然你这儿连续走三手，应该说白棋啊，应该说还是好选择的。白棋是选择这个，他是选这个。对。这个当然这也是一种吧，就是说他说你这个两头啊，你如果走这个，那么我他就走那个，或者粘，或者怎么样，这样也是一个两分吧。你如果断，那么我就拆二，这也是一种。
而你要强一点，实际上直接走也可以。哦，直接走，哎，你要这边走，它跳起来，这也是，应该说也是比较可行的。白棋也没有什么怕的，这个应该也可以。反正这个头藏在这里呢，黑棋想照死它是不太容易的。对，这边呢就清处理一下就完了。哎，啊，你要断吃一个，那当然很开心了。哎，我们的规则是七目板，黑棋要贴七目板，因为白棋呢应该是从心理上说他不用着急，就慢慢只要走个两分，那么应该说他是占优的，因为他贴目是黑棋负担大，应该是都是这么 AI 也是给出的是，只要你走两分的棋，他给你的分数都是很高的。现在他走这个呢也是基于这个，他就是说我走个两分就行了，也没有什么。然后黑棋挂角，他挂了一个，他挂角，对，那白棋拆二，白拆二，这当然这个也是堂堂正正，就是拆个二，继续的走两分棋。这个时候应该说白棋应该还是要可选，我要选我还是选白棋。对，虽然说没有直一步到位，但是他平平稳稳也没什么。这个棋呢，黑棋再来个点，这个棋都很有意思，执着点一个再点一个。这个通常啊，双飞燕很多，对，但是呢，是的，这个陈耀烨呢，他呢还不喜欢这个双飞燕，他有这个，就有这个，他就是不喜欢，是吗？他就不喜欢，本人他就不喜欢下这个，他就喜欢点三三，他不喜欢，我直接把那个实地先，你可以看他棋谱，他双飞燕的比较少，哦，是这样子，对，难怪，我说他今年怎么下两个都是点三三呢？对。因为这个按配置来说，这个点三三也不是特别恰当。继续来一个，继续来一个。嗯，哎呀，这个很执着啊，这下棋人，对，爬他是爬的，爬的这个爬，但是你要说粘呢，这个也是定式。对，粘再跳一个，然后白棋或者走一个，哎，这个就也拆一可以，哎，这定式了。对，继续两分，我觉得这个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嗯，你这个地方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觉得这反正就两分就行了。对，哎，两分走走细棋，就慢慢下呗，慢慢下，这个白棋没什么坏，哎，这样呢，其实黑棋的负担呢，你贴目也很大，但是呢，这个陈耀烨要就不是那个陈真旭啊，他是有个追求，他想效率高，他想下的更好，效率高，长一个，对，长一个好，对，他又在逼住，哎，对对对对对，是，拐下来，哎，是这么下的，这么下。对对对，飞的飞的飞 的, 飞的是的，当然黑棋啊也有顶一个的也可以考虑啊，顶一个也可以考虑，顶一个他也得粘回去，粘啊，那么这个啊或者这个再跳起来啊，也是一种，哎，当然也是一个下，这个现在他是飞在这里，好下成这样，那么这个棋呢，这三颗子呢，应该说就看它的利用价值了，作用了。你如果吃掉它，有可能黑棋损，但是要跑出来那也是不得了，两边变成孤棋。现在该白棋走啊，现在你既然是飞在那儿，干脆其实黑白棋再来一下就完了，再来一下，黑棋看看黑棋怎么走什么。走这个的时候，黑棋有没有可能反击？比如说跳起来？当然也有，这个当然也有。反击或者是白棋走这个，搬下去，哎，对对对，当然，因为这样他搬不下去这个嘛，他只能往外面搬。这是一种下法，一种下法。嗯、那么白棋或者是走这个或者怎么样啊，这是一种下法。那白棋往那个方向走，就先交换一下，也可以考虑吧。我觉得白棋也不是很怕，因为他跑出来他就往那边跑嘛。不，这个也没有彻底活，搬一个他逼住这个。是的。怎么走它也是一种嘛，比如说它搬了先手飞一个，这中间你还得忙着活，是吧？没错，这也是一种下法。好，那么我想说它如果长一个呢，白棋子它实战走的什么，走的这个，对，尖一个呢，就是说如果你立一个的话，哎，这又更加重了，那我吃你的话可能就你有可能负担更大，没错，先要一个度过，对，哎，好，下成这样，那么黑棋啊，他是也没不走了，脱先了，他脱先了，他走的这个、对，这个显得很大，是吧？这个眼见的也，不管白棋走在哪儿，不管走在哪儿都是一个大棋，他走在这里，抢一步，
抢一步呢，这个时候白棋一种考虑啊，你再来这个时候来一下应该更加有利了吧。嗯，哎，你大概那得尝吧，估计这不尝吃掉，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棋。嗯，这步棋很大，因为他跑出来之后他你还得忙着度过。嗯，还有黑棋很多利用他，这个吃掉目也很大，对，然后还有一个安全的问题。好，他这个没有走，他在这里打入，他是要求效率更高。嗯嗯，在这里打入，这打入当然是也是很强的啊，很强的。他既然打在这里，他是不是觉得这个角上两个紫黑棋很薄弱呢？那当然很薄弱啊，一会儿要冲击他一下。那是是是，那这个地方都非常薄的，写他各种的利用都有。嗯嗯，各种的利用。所以黑棋呢很老实的自补了一个，我们看他这补在这儿，补在这儿，对，哎呦，这补的不能再老实了，我都觉得已经，对，哎，如果不老实可以这一对啊，按理说是应该是正常的想着跳下去之类的，这个常见，这种太俗了，但是这个呢就是也是一种补法吧，这个也可以，就是说，那么既然你补得这么厚了，哎，对，白棋是靠的，他就是更加利用，他是想什么呢？他是想你挡一个我再加一个，是的，这顺势再更加利用一下，对，再压缩你，哎，压缩你看你怎么走，反正利用完了之后我在那里面动手，这是一种套路，这是一种行棋的步调，他是哎让一下尝一下，对，哎，这个时候白棋他是飞的，对，这样都走了，哎，没啥好走的，这是飞一个，嗯，飞一个呢就是说你这么走我就，你要是正面的作战的话我不怕，我可以断，他就断掉，对，他如果说打吃那我就跟着走，哦，长，哎，对，这个好像你如果打我就太好，哎，对，这个吃掉太大，对，这个吃掉，我这个把这个吃掉太大，没错，哎，这个黑棋不可，嗯，是吧，那么他是，所以呢他是先飞，如果你挡上之后我再搬呢，那就说，哎，这个就不行了，我这个有一个，哎，这个把吃掉了，嗯，是吧？所以说他是先飞一个，是这个意思，嗯，哎，你挡了我才能搬出来。那么白棋呢，这个时候啊，其实有很多选择了。其实现在全局啊，下到这个时候，白棋的行棋步调还是比较好的。我也觉得白棋不错。如果全局，哎，全局你赶快找主要的，比如说虎一个给他过。算了，哎，给了，哎，都过给就完了，让他过就完了，好吧，就走，哎，你然后赶快走这个，赶紧把这个飞掉，哎，对，这样的话，白棋我觉得全局你就主动的很，嗯，哎，你把大的东西一抢，剩下的给他点小利没关系了，嗯，这样白棋很好，而且看起来白棋中央以后是很有潜力的，对呀，他只是边边这是小角而已，小角没大空。哎，你这个白棋呢，你继他再走的，比如说他断了，你这个哎继续走，你还能够掌控，嗯，是不是啊？这个棋呢，白棋好下，嗯，这样的话，你要主要的问题把它给吃住，剩下的就好下了。那么他不走了，他是执着，当下这个申真谞呢，也是这个韩国有力的，现在很强的这个强手啊。他已经超过朴廷桓啊，跃居第一了。不过最近呢，据说朴廷桓刚刚又重新登上了第一的位置。他这个风格比较硬朗，这个不肯让，不肯是吧？不可，像那种温和一点，咱们就让一点的，不，他还要继续。不行，这个呢就不能断了。他要什么？他是冲的。他冲的，嗯，因为这个断了被打吃掉了，这样。对，他冲这个，冲一个，按理说是黑棋粘上是比较普通了。嗯，粘一个普通的，那他就把这个吃了吧，那就吃了，他冲了，要不冲下去，那他在做什么？哎，对，冲了，他把这搬一个或者怎么着啊？嗯，这样也是一个下法。那他是这个要求强，那你断的话，他说我有这个，我可以这样，嗯，挡了我一打，对你走，我再虎，对这个白棋不行，那两个子已经这两个子你没法跟黑棋杀。他希望走成这样，是的，这个当然是黑的好，对，但是这个棋啊，白棋是长的，哎，这个时候，对，这个时候，哎，他长在这里，长在这里，哎，他是觉得一个是这里有冲断，嗯，再一个呢，你如果粘的话，因为你这两个交换了，他这个力啊相当好，没错，因为他下部的一尖，这个形状很好，哎，他就像你让你走成这样，
就看起来白棋他没打算端这个，他打算让你鱼形这样钻出去，但然后他立下来把木占了，哎，对，他会尖一个，又把你眼给，哎，这个尖太舒服了，让你跑出去，对，嗯，哎，他是希望这样，所以呢，黑棋要拖，对，黑棋要拖，不能让你立下来，他是希望你这样，你如果这样，他飞下来，那他这个舒服，黑的活的这个舒服，是的，哎，你上面飘着这种没啥用，但是呢，这个棋各走各的，白棋呢。他也是把这个冲断了，对，嗯，其实搬一个当然也是，如果这样的稍微差一点，嗯，稍微差一点，也是可以考虑的，反正也很大，嗯，但是呢他是把这个冲断也很有力啊，把这个冲断一个这个棋呢，白棋把黑棋把这个吃了，嗯，他把脚上先拿到，这两个一吃呢他活了，对，也得到实地了，这个是也很大。但我想的是白棋这钉一个还没活，啊，对对对，这个钉一个还没活，当然是以后钉一个还能攻，对，但是反正先拿到脚也挺好，那么给这边给了，嗯，他可能觉得呢，因为本来如果说你接上我立下去，这个形状白棋很完整，是的，他被你拖着一下呢，我搬住再打就有点不肯了，他可能应该说吃掉脚是不是也可以啊？吃掉脚好像也不错，对，下步搬也很大，对，那黑棋肯定得走啊，对对 对， 对，跳一个，这个跳一个很好，也是个好形状啊，跳完了，嗯，白棋呢这个时候啊，这个地方啊，就重要的已经走完了，嗯，这个精华已尽了。这个时候啊，赶快走这面吧，这个，我还说是赶快这面，这个太大了，哎，对对对，这个是最主要，这都已经都定完形了，就基本上告一段落，是的，哎，不要再纠缠了，嗯，是走什么都无关紧要，那个是最关键的，如果白棋走上这个，白棋还是可以很好，对，或者全局啊仍然是他比较哎好下的一个局面，嗯，但是现在他没走，这个仍然是两视而无睹都不走，他呢还在这儿争头呢，在这儿争这个头，这个头啊不是最主要的，嗯，这个双方争这个头没啥，不如那个大，他是觉得想争完这个头然后一盯然后就攻这块，那你太强，是可能你要这边你可能就来不及了，这个，你还吃我这一块还早，你中间还毛病还很多，嗯，这个都想的有点太有点远了是吧，对，想多了，这个棋白棋黑棋是先要一下，这不是有一个这个吗，对，这个双方下的挺强的，白棋打吃，这个都是挺强，嗯，这个时候刘老师他不能弯出来吗，可以弯吧，我都很想弯出来，当然可以弯，我都这块棋难道活了吗，他可能是你走这个他会走这个，他挖一个，挖一个，嗯，会挖一个，让你若吃的话他能够这个打下来或者怎么样，哦，是这样子，哎，他是这样，这个可以这样，嗯，可以这样，你弯在那儿他能够这么给你干，这个呢把吃踢掉然后他就立下来，立下来，对，哦，那就这样的话有点乱了，至少是，哎，你这个有可能损进来，嗯，哎，他但是呢那即使挖黑棋啊，这个可以不要这样往外走嘛，对，可以这样，这样他这个挤后手的话这个脚已经死掉了，挤先手也是死掉了，嗯，哎，那个脚已经死了，他弃脚，这个大家就是属于这个什么呢，互相的转换，这个弃掉把那个都吃掉，哎，这个时候黑棋要这么下的话也不失为一种选择，但是呢就是说黑棋为什么不弯这个棋啊，也是这个陈耀烨怎么想的，他是不是觉得还不错，你看他走的啊，他是走的这个打吃，走这个打吃，哎，你如果提呢他就粘上，可能是这样，其实踢完了粘上他就把这个补了算了吧，这样不也挺好的吗，也就对，这个应该是个普通的下法，他是这样，他是走的这个，哎，粘上，这个时候应该说他弯一个仍然还是有机会，嗯，挖一个就在那边出来把那个脚吃掉还是很实惠的，应该我觉得应该走这个，挖一个就这么来吧，就这么往前走，把那脚是吃的很实惠，这连以后还有点利用，这个死还找着吃不到黑棋，应该说把那个脚拿到，他没走，他是走的什么，嗯，他是粘的啊，他没有猴一个点一个，这两颗子重要吗，他可能还顾及这个吗，
可能是不是他还顾忌，觉得这个没有活吗？还要怕这个吗？真怕这个吗？不应该，点一个韩阳占的便宜，但是这样一点呢，被他一忘，其实是不太好，其实不太好，哎，对，是吧？这个木好像差太多了，他是来的话，这样啊，形成转换了。那要这样的话，你这个他本来是白棋要补一手，这一手省了，然后你还多一手，这个地方呢，白棋吃得很舒服。这个转换，你这颗两个子虽然被吃了棋筋了，但是这个都留下来到黑棋白棋便宜了。对，这个白棋便宜。嗯，毫无疑问，哎，白棋走成这样的话，应该说这个交换呢，那个木还是不是可观的？因为这个是，这个你侯一个，这个没有啥用。这个侯一个的话，这里面呢，不可能杀得过白棋。没棋。哎，没有没有，这个都不可能有这个杀得过白棋的，嗯，这都没有用。是的。是吧？就下成这样，就形成一个转换了。转换，对。啊，那么接下来这棋呢？还是战线还很漫长。应该说，虽然说白棋还不错，但是离赢还是有点距离的。对，是的。啊，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给大家留点思考，留点时间思考这个局面嘛。接下来应该怎么下？好。好。一会儿见。待会儿见。好，欢迎回来。啊，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呢是首届天府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决赛三番棋的决胜局，由陈耀烨执黑对申真虚。刚才呢，这里形成了转换。对，白棋把这个吃掉，然后呢，黑棋落得先手啊。但是这个转换呢，白棋吃的挺大，因为你这多了几颗子了，是吧？虽然这两颗被吃掉，但是总的来说，白棋还是比较满意。现在呢，该黑棋下落得先手之后呢，他对弯了一下，适应手。这个适应手呢，白棋的应手啊，走的什么呢？他走了一个这个，这个稍微意外，因为这招棋啊，想的太多了。因为你走了他之后啊，这是外面都先手，他还应该应这个。应这个呢，死活无忧啊。你这个，看你黑棋走什么，这个死活不是问题。哎，他可能想太多了。如果你搬他这一力也，这样当然是。黑棋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呢，他可能是怕这个拖一个，怕这个，单拖呢也没啥了不起，都给你了，这个都没关系，哪怕走这个，我打吃提掉，你帮我做五目棋，但是呢，没关系，这五目棋就算五目棋，这个棋呢，你外面的厚薄完全不一样，外面不一样，你这给我走都走厚了，外面还以后还有利用，而他走这个时候呢。那所有的地方都是他的白棋，黑都是黑的先手，一点利用都没有了，太厚了。哎，你我们后面看啊，现在黑棋终于落得先手，出手了，不是他走的飞，哦，他先走这边，哎，对，他先走这边。其实这个飞呀，这个时候啊，我是觉得那边特别大，老不走，但是呢，他觉得这个也不小，这个不走也不小，他是先动手这个，这个时候啊，白棋啊，他走的实战有问题，他应该走这个。爬一个呢，黑棋要顶住吗？哎，顶，黑棋只有顶。然后呢，你这个时候断一个呢，是考验黑棋的时候。这个黑棋好像挺难办。黑棋你啊，如果这么顺着打，他就一路长，你吃这个没多大，十目棋都给了，对吧？我就一路长过去就完了，一路长，你这十目棋给你没关系，全局白棋，很好。是吧？这个棋，白棋挺好下，哎，这个时候应该这么走。剩下的你看，你从哪边打我都不怕，是吧？这都走这个我可能还粘上的，是吧？这个棋应该断，这个是黑棋难办的时候，哎，这是最好的机会。爬了断了它。哎，爬了断是最好的机会个时机啊。然后呢，实战这个下的完全，你看大家看飞了一个。下的不太对，对这个有点不对了，勉强了。然后你看看，它是贴的一个，对，这个和刚才就不一样了。刚才那个断让难受，现在跟你白棋倒是有点选择有点不舒服了，
白棋不舒服了。白棋这得跑啊，不跑他跑了，他这个比刚才大呀，是吧？刚才那个气没多大，现在呢，你看他这一虎，黑的厚，你这个变得薄了。嗯，走这个，对，他是这样，他虎，对，他是虎了啊！你这么乖，对，再来这个没活，怎么办？先刺一下。这个没活，怎么说呢？这我就点一下。不是这俗的来就已经没活了，对，这一点一拖这就死了。嗯，所以你得补啊，补的时候啊，这个棋啊，白棋啊，为了紧这个气啊，应该是单粘比较好。哦，这个时候就已经活了，补在这里呢。它中间先点了一下。对，也不要点，就这个、哦、不要点，你看这里有靠。哦。是吧？这里有靠，眼位还不一样、嗯，这里各种的眼位，这个用不着点。嗯嗯，以后或者还有这个。是吧？嗯，还有靠这个，而他这个棋补的是他点了一个补在这里，这个棋也应该粘，他补在这里，这虽然活干净了，但是呢，这个时候黑棋先手和刚才完全就不一样了，黑棋走后了，这个时候主动权都在黑的了，把这个先飞出来，飞出来，对，这个棋你越弄越大了，不能死啊，对。走了一圈这个之后，白棋一直是有机会尖完把这飞的，可是他一直没走，终于黑棋动手了。嗯，黑棋动手了，一路搬一个。对，这一动手啊，这个局面就完了。这个棋啊，白棋就被动了，难办，难办了，难办了。这个棋啊，只要他给他分开，只要分开，这个也是孤棋，这两边都是孤棋，哎，很难办。主要是现在这个尖还能尖着吗，刘老师？如果尖一个，也许他可能就这么跳一个也不怕了。就像刚才你跳一个也分开了，这个棋也是。即使如果说还像刚才一开始摆的那样的话，对，那就不一样。那这边两个这棋留下了，这个棋你看完全不一样了。对，这个都是好点了。嗯，一路攻过来，没错，这个已经不对了。嗯。然后黑棋的选择还有可能更凶的都是有可能，现在他是走什么呢？他没走，他飞了一个，飞了一个是吧？飞一个，哦，他是尖的，他是尖的，那他现在先尖，先尖，他是这个还走这个了，我说他是走这个就已经可以了，就更强一点，可不是，就已经形势我认为都不错，他还要求更加的那个什么，这陈耀烨啊，他说你吃不掉我这个头被你搬了我还难受，他还不想被你，不想被你搬，这够凶的。好，他是飞的，这木也不肯让，这棋还不肯死，都是他的。走这个啊，靠，他是因为他现在考虑什么呢？这里劫财有利。好，他是走这个是吧？看他的虎一个，你都在，既然吃的也不能退让啊，只能挡啊，是吧？好，搬一个。这个棋变成了什么呢？他打吃这个是吧？对，好，打吃的时候呢，他就开始造劫了，做一个劫，是吧？再搬一个，搬一个，对，这个你的这个走，这都先手，然后开始打劫，对，他这个下的非常紧凑，白棋，不是这个黑棋下的非常紧凑，黑棋啊，陈耀烨啊。他那里等于说就留了两个劫材，对，他就只留两个劫材，两个劫材就够了，因为白棋全盘没有劫材。一皮，对，我这个时候找劫，你这个时候如果贪吃把这个走了，然后我一提，就白棋上哪找劫？你如果走这个，没劫了，然后再一打吃，再打吃，那好，我还有一枚，就最后一枚劫材就把你打爆了。对，一提我再一提，万劫不应，万劫不应，那当然就打爆了。对。所以呢，他留两个是正合适的时候，刚刚好，刚刚好的时候，刚刚好。他是这样，白棋一提，一提，然后他是要了这个劫，是吧？白棋就没办法，只能把这个提掉。对，然后他把这个吃了。啊，这个吃了木太大了。这个呢，一吃呢，你看铁厚又带木，铁厚。这个虽然那个都给白棋吃了，但是你要知道，白棋原来那一手就能补上的。木可刚才差了不是太多，但是呢，这个可是不得了的，是大，是的。现在这黑棋就便宜了，要下成这样，黑棋把这个角吃了之后就占优了，这白棋是非常的，应该说非常亏了，
白棋刚才这下这个没有，这个没有啊，对，这个没有，我就奇怪，好像多了一个子。对，白棋刚才这下也没打着，而且这下呢，他还不能随便打，因为早先打的时候，可能有单靠。对对对对，所以他单靠他是景气的，他是这样。那个刚才如果打到那个变化有不同啊，而且跟后面的官子可能差很多。对，后来连扳了之后再打不上了，对，打不上了，白就到中间提了，那个中间就那不行了。哎，这个变化走成这样之后，提了这个之后呢，这个没打着呢，以后黑棋还有一点利用，是吧？利用先手，那么下成这样的话，黑棋把这个吃掉。那么下面白棋呢，你这个后啊，你看你怎么发挥了。这个就很难下了，你这后如果发挥得很好，哎，你能够把这个能够赚回来，当然不容易。对，这个不容易了。他走什么呢？他是大吃了。大吃，这个是你的先手，是吧？对，然后冲了一个。冲一个，对，因为这个棋啊，他靠啊，可能不行，他有个冲，就是说哪怕不打吃啊，就是他这个。断一个。哎，对对对对对。那他不是粘上了吗？对对，粘上了。粘上爬出来不行吗？爬，他有一个这个。长一个。他有一个断。有个这个，然后这一段就已经把它吃掉了，不管你打不打那一下都是被吃掉了。对，有一个断，哎，这个呢它有一个这个，哎，你冲怎么都不行，它能够冲吃这个，是的，哎，所以这个棋靠是不成立的，靠是不成立，那么它只能冲，是吧？哎，这个地方也是有点难过的，其实这个冲，哎，对的，它断的，其实这个断的局部它是不成立的，如果你走这个，他得到这个，对，他是想什么呢？他说是这样吧，他是想这样，哎，这样，那就这样，这样，对他，反正这个先手，他说这个先手啊，这个先手就行了。这压一串，他是不是要搬了吃他了呀？中间。可能是吧，有没有这种可能？或者哎，也有可能他是先压一下，或者对，他把这个搬这个。走这个走后没错，哎，他是想利用一下后呢，搬这个也是一可能。我觉得黑棋这块棋有点悬呢，看着。对了，这个棋呢，他白棋黑棋赶快就让是对的，哎，不要那个什么，形势好的不要去吃了，他对，想办法简化局面，不要让这是最关键的，关键是要能冲倒这个，他把加强了这个，哎，这冲完之后你要硬吃我这搬呢，那死不掉，哎，这有冲。这样就给收官呢，他就高兴了。对，你还只能长，因为打吃这儿有一个打着，没错，抠进来了，是吧？只能走这个。他就再继续，是吧？对，他走这个，走这个。他先走了两下交换，这个时候啊，他是很机敏的搬了一个，搬了一个，搬了一个先手了。哎，这是先手，你得补一个。白棋你老不搬，他就干脆就给你走了，他应该先搬掉，那个时候我觉得有机会，前面啊定是有机会，他一直不走，我总觉得走完了之后飞之前都可以搬掉，都先手。好，走成这样之后，黑棋又爬了一个，黑棋爬一个，这是你的先手，这爬一下还是很让白棋挺难过的，这个白棋只能是唬住，来唬住，对，因为这样跟中间是有关系的啊，他如果说直接走的话，如果这两下没交换，他是有可能会被断打的。哦，这样啊，比如说，那么你再断打这个，对，这个，对，打这个，对，这下打不着了。啊，是，这下他只能这个了。对，就是这个，只能这个。这样的话，是不是那个他？冲这个，冲过来，冲过来，是吧？冲过来。对，他要现在是不是还想粘上？他要粘这个，要粘这个。对，他要粘这个。如果现在走这个的话，他可以苟在这儿了。哦。他走两下，这就差这一气。那么如果这样打着了，打着了，假如打着了，哎，他就打两下就行了。哦。特别简单。对，走这个是吧？然后他又不用走别的，他就冲一个。冲一个。元气已经不够了。你挡这个他一搬，是吧？对，除非他把那边弃掉，那太心疼了。贴这个也可以，贴这个就行。对，这样白棋死了。对，这样好啊。白棋只能唯一的方法是冲吃这个，那边就被先手收掉了。那不行，那太疼了，这样。对，
那这个地方的下法就是说，它爬着了之后，中间你不能随便打断。搬的时候它不能断它。好，我们看看啊。对，这样的棋。对，下成这样。嗯。它先一爬，白棋虎，它就贴了扳，是吧？贴了扳。你刚才说一打呢，齐老师就刚才说了，啪，就给你就解决了，里面有棋了，就刚才那棋有棋，所以呢，白棋不敢断打了。不敢断打，他贴了，对，是吧？对，那这个虎一个太舒服了。是啊，你这个在你这个围本来围中央的棋，我能虎在这里，你再这么围起来你就很累了。这个棋被他虎在这里，你再围这个就围的小了。嗯，这个呢，黑棋下的这个挺舒服的。嗯，对。白棋压。白棋压。嗯。白棋搬起来。他这个就长一个，是吧？这个总之呢，这个棋这么下呢，黑棋的实控先拿着了，又虎在这儿了。这个白棋后面呢，虽然这前面便宜了，后面你这紧着走的话，只是在中央围控，这个没有使在这个，就力量没使在这个正地方，感觉上黑棋比较好，而且这以后啊，官子啊，这儿还有一下，这儿还有一下。哎，还能收的你有点难过，官子是吧？为什么刚才没说他这没打着一下？这是现在看出差别来了。哎，还有这个官子，所以这个围中央控啊，后赤的时候围中央控其实最不好。没错，而且他主要这个中控围的不是特别大。对，再加上他转换确实是之前亏了很多。这转换亏了。这个主要这个地方的一些就是说刚才爬了断是一个时机，后面这一路走来之后呢，让黑棋一动手啊，这个棋啊就已经被动了，那个时候就已经主动权在黑棋了，后面他只要这收拾器给你劫财算准了，黑棋就好下了，现在就只有围控的一招了，因为死活都没了，就是黑棋都活，你只有一条路，就围控，看围多大，这围控呢，这个黑棋他就就判断好只有往前削就行了，他长了一个是吧？然后他就往前钻呗，对他拐一个。按照正常的下法呢，白棋是应该长的，对，长一个，长一个。那么我觉得黑棋是不是中间削一削，还是再搬一搬、这个、这个也让黑棋不知道走什么，因为你要不走我这连回来也很大，对，如果你铺一个呢，这个棋是把我吃了，但是被我先手这个便宜有点难受，有点难过，是吧？有点难过，被我先这么等于我粘上，你还得走这儿。哎，对，还得往回吃一个。是这样，能先手他的，他这个棋是这样的啊。拐的时候，白棋呢，他不是搬的，还是断一个。这个也一样的了，没关系了啊。他是搬，那么黑棋就脱先了，黑棋这两个不要了。打进去，打啊，各走一边了。他如果提掉呢，被先手扳倒，还是那个什么啊？现在走这个之后，白棋干脆就各走各的，把这个抓了。这个抓了局部是几目啊，刘老师？这个八目的感觉，九，可能八目要强一些。八目强啊。好，这个棋，他走成这样之后，把这两个一抓。八目不止，这个是十目了，就是各这两个对一个的，这十目棋，十目左右吧，这个棋，提掉这个之后，黑棋就往中间钻了，它是钻的这个，但这个打进来也很大呀，如果说白棋长到的话，这一线基本都封锁了，对，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这八，这儿还有个打吃呢，然后白棋。白棋打吃这个，打吃，好，这个棋呢，黑棋大就是只要能够往里钻，他就想办法怎么钻的问题了。黑棋是断了一个，我们看陈耀烨的收数还是很有意思的，我觉得他收得非常好。这个够狠的，对，这个够狠的。他一点也不手软，他说你这你走这儿什么，我贴一个连回去根本没有。断一个是什么意思呢？断一个，如果提呢？提的话，他应该要往里钻吧？有可能断一个，是不是？有可能断掉。对，他如果冲吃再他是想这样走，也许那好像白棋已经坏了这样。有可能是他是不是这么想，是吧？对。哎，
那么他断的时候，我们看这个白棋走什么了？这个断也许是好棋，贴一个，他搬一个。哎呦，走得很凶悍呐、啊。然后打吃的时候呢，他这个不粘了。打吃因为粘上，他被他真的蒙进来了，是不是？刚才白棋长的时候，黑棋有没有可能直接断了他？直接断他也可能蒙你，也可能这样。哦，这样就蒙进来了，就给你蒙进来，要小心。所以别连起来一起死了。蒙进来有可能啊。所以他走这个，打吃，走，然后提掉。然后往里钻，粘上，对，往里跑。各走各，就是说只要破你的空，对，他就作为现在因为外面都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就都是当官了，外面叫都成不了空，属于没有意思的地方，不是实质空，钻空是最主要的。因为刚才白棋这两手棋啊，已经下到了石木要强一点，哎，对对对，所以呢，黑棋这个地方呢，他要想办法大钻进来，对。最大限度的把白棋的空破掉，虽然说形势对黑棋有利，但是黑棋这个强调局部是最佳着手，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最佳的着手啊，走的凶一点。他是现在啊，白棋在什么地方交换了一个，这个他是拐。白棋团了一下。团了一下。团了这个。对对对。他怕以后走啊，有可能走不着。怕他挤着，然后他拐了。是吧？他把这个粘住，打一下，对，打一下，粘住。黑棋这个只要死活不是问题就行了。对。然后呢，他再搬一个，这个地方形成一个这个，他是搬的，然后再打，是吧？对。他提掉，只能提掉。然后呢，这个地方看能不能有没有棋，看看白棋能不能有什么斩获一下。因为别的，因为粘上已经不可能，为什么这一跑，这就完了，是吧？你只能是占点别的便宜，只能这样，占这个便宜，是吧？占这个便宜的话，他就看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他就想把这两个子先手连回来啊，把那个子提了，对，粘上，然后他粘上吧，对，粘上，他觉得你应该这样。我再提这个，这样官子就这样。结果呢，黑棋走了一个凶一点的，走这个，这衬，他粘上，他是提啊，他没有提哈。这个棋他不提，他走什么呢？哦，他是先打的，再走这个，这白棋。这样的棋，这样的。然后白棋提了一个。这样的棋，你当你走的这个连扳的时候啊，他先断打。先断打，对，这么下的。这样呢，白棋粘上，黑棋再跑，对了，再跑，对，这样呢，你这个是要粘的，不粘被我搬，对吧？他是先提了，提一个，这个也粘上，对，然后粘这个，对，对，粘上，然后他抓在上面，把这个抓了，这个也非常大啊，没错，非常大，你反正你要粘上，我就那边回家了，下成这样，黑棋应该说。就是说，他只要顺利的回来占木就行了。中间你看这正门，他也能够，占便宜不少。现在总是这样，应该说是白棋没占到什么特别大的便宜。对。是吧？白棋这儿还得补一个，要是不补的话，是不是有靠之类的手法？这个时候呢，如果不补啊，如果不补，他这个地方是有一个这个的吧？有个靠吧？有个靠。这靠一个白棋怎么挡啊？他是这个吧，粘上。普通吧，这还有一个搬的可能，就是说啊，有一些便宜吧，有可能，有可能啊，但是呢，这个棋，应该说大事也没有啊，他是走的这个，他看他实战，他走这个啊，他并了一个，并了一个，现在开始，这个时候大家都读秒了，然后他黑棋，黑棋长一个，黑棋长一下，然后白棋粘了一个吧，应该是，粘一个，对，粘一个，白棋黑棋把这个挡住，因为断了之后他一路打过去还没问题，是吧？能回家，好，冲一个，提掉，提掉，他粘上，粘住，对，
这个刺一个又往里进一步接上粘上，对，然后呢他就补了一个长一个，对，啊，把空捞的很多啊，把它空中间都破了是吧，他挤了一个，挤了一个，对，这挤一个呢他又接不归，一吃吃吃接不归是吧，他就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哎，这个棋呢就是说你要断的话就一路打打打打打，正好可以断，你这个也没事，这个他走这个也不怕，对，哎，然后呢他走这个，嗯，飞飞一个补一个，嗯嗯，好，然后白棋尖了一个，白棋尖刺，对，尖刺，这个时候呢基本上官子啊就没有什么了，没有什么了，白棋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你让黑棋都跑回家了，在这个地方也都给你破了，你看本来你这儿能够成我觉得二十目的棋现在怎么没了都，他黑棋你说破黑棋他只吃到这个，白黑棋没损失，这个首格来说这个回合应该说白棋没占便宜，对，是吧，没有占便宜，没错，下成这个时候黑棋的就是实地啊明显领先了，他最后呢还扳了他一下，给了他致命的一击，我觉得是最后一击，其实控的白棋已经不够了，对，如果你挡他是不是还有可能要打进去，关键是我觉得对要打进去，有可能打进去走完了这几先手这贴，对，贴你不能粘了是吧，不能粘了，这个怎么办，这一粘你就不行了是吧，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只能走什么呢，如果正确的话只能走这个缩回去，缩回去，那这以后啊还有爬提反过来是吧，哎，所以当搬的时候白棋认输了，嗯，控不够了，其实这盘棋我觉得前面呢白棋布局的时候还不错啊，嗯，对，那个比较好的几个机会好像没有抓住，老是没有补还有那个没有爬了段，刘老师说他这个比较可惜，应该说白棋布局来说从那个还是不错的，嗯，他如果把这个补掉吃掉那个时候白棋很好下，尤其把这都吃着了，那后来这个一对杀这陈小姐后面走得非常强非常好，那么最后申振熙这个把这个冠军就这个让陈耀烨得到了，这是2018年的最后一个世界冠军是由陈耀烨获得的啊，也是他个人的三冠第三个冠军了，对，又获得200万的奖金是吧，那我们的讲解就到这里，谢谢您收看，再见再见。